里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阿威士几话唔好睇小香港经济，我都唔想睇小香港经济。而家问题就系咧，你即系个政府咁样系真系会令到人哋冇信心去投资。咁啊，连个咩？佢李根兴啊，早两年喺咁话，佢打买铺买铺，依家咪系咁放。喂，唔系咁，佢都话仲要搵平嘢添。系啊，咁老实讲，人哋讲乜嘢你唔好理啦，自己睇啦，系嘛？咁你话香港仍然系經濟最好的第二中國第二好的城市，中國死咯！你問題就係、是，喂，你而家中國咩環境先？究竟你知唔知？嗱，民間可能仲有啲多少財富積落嚟嘅，係嘛？你淨係睇下，淨係呢單追税呢一單嘢，追收三十年啦！哇，大佬，你都唔知點？話淨係啲銀行啦、啊，即係你話攞錢啊，追你税，問翻啲員工出糧啊，係啊，屌幾撚好笑喎、啊！你話點搞？係啊，喂，呢啲已經唔係個別事件啦喎，啊！哇！我真係唔知點搞啊！追出咗嘅糧都可以追嘅，你諗下咩制度嚟嘅？好啦，嗱呢一家呢一單嘢咧，我嗱呢啲啊冇鬼就唔死得人嘅，但係咧做到咁樣咧就真係抵撚死啦 ！OK， 德信學校，德信學校咁熟嘅喺邊噶？係咪喺有一村啊？喂，德信學校喺邊咧？各位網友 ，OK， 德信學校前校長郭超群馬騮嚟。涉嫌在任職期間隱瞞他同一間同他有關係的補習社的財務利益 ，OK， 並向補習社女董事泄露機密考試和測驗題目。經過廉署調查之後，前校長和呢個女董事就分別被控公職、被控藉公職作出不當行為罪、串謀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等等，今日開庭。兩名被告是郭超群和彭永涵，兩個都否認控罪的。大家自己上網看看，郭超群馬騮一個，沒什麼好說。彭永涵戴著口罩，不知道，因為男女有時相交又不是一定說只是純粹個外形的，有時他著了那一下就是那一下了。okay? 當然了，認不認頭部先戴著口罩？哇，真的很難說，我覺得很難說，我覺得也熱的，你老實說我再講多次，唔好扮警啦，各位網友。屌男人要醫一條女用乜嘢啫？屌你老母，你夠硬就醫噶啦。河馬都照醫，係嘛？喂，我覺得好多人嗱，如果撇開咗河馬咧，係真係佢咁嘅性格啊，同埋我哋知道為人咧，我諗好多人醫噶，照醫噶，唔係想醫，但係會照醫噶。好撚 cheap 嘅啫，馬佬，屌你咁真係，唔好睇到自己咁撚高尚。喂，我真係唔會食啊，我真係唔會食啊，屌頂我都唔食啊，講咩？屌你老味，唔好講河馬啦。喂，我哋有小華講話咩㗎？話你陳偉咁樣，屌你有冇幾廿歲人俾我都唔咩啦？陳偉點會唔食啊？好多人會咁講啊。圍豬咧？屌，唔係咁嗰啲極端啦，唔係我唔覺得每個一定冇人食嘅喎。咁你變大佬又先啦，阿叉屌你強加八十歲阿婆都有啦，係嘛？喂，有啲人成日講到自己幾撚勁。屌你老母閪！講真啦，唔好嚇鬼啦，大家馬佬心中有數啦。咁有得揀你實揀噶，係嘛？咁啊，其實好多時咧，有陣時甚至乎喺呢一方面嚟講咧，好多時咧條女嘅態度啦，反而令到你咧，你搣下都起唔搣嘅喎。佢就算十八廿二，好撚靚。屌你老母身材，哇 good fit 到不得了！屌你老，但係啲態度好撚閪咧，都真係可以 eat 下唔 eat 啊！呢樣我反而信啊。咁都會 eat 一次啊，佢最少。唔係啊，你 eat 下嘅，喂得未啊？快啲啦！喂喂，唔好搞啊！即係嗰種啊！喂唔好啊！喂你真係谷撚氣嘅喎！哎呀唔好啦嘛！屌你老母閪，何咁都喂你好撚臭啊！喂你真係谷撚氣嘅喎！咪 eat 下唔 eat 會有噶，我相信。啊！但係否則咧，好撚好撚，美娟都照醫，好撚普通。唔係喎，我真係覺得麥美娟照，我話俾你聽，超過一半網友願意搣啲麥美娟咯，食得落咯。麥美娟係食得落㗎，食得落同你想唔想食？麥美娟食唔落，唔好嚇鬼啦！屌你老母！喂，啲頭髮幾型啊？唔好講頭髮，屌你老母！你上海街。屌！喂，嗰啲咁樣嘅都有，喂都有啲阿伯去搞啊，即係俾錢啲。咁點解麥美娟唔屌你有冇人搞啊？係咪先？你有冇食過局長啊？
即係嗱，記住講，聽好清楚，呢啲人喺度笑，屌你去問心啊，發誓啊，屌你老母！而家唔係叫你想唔想食，係你食唔食得落啊？嗯，咁有咩計啫？屌你老尾！你話嗱，好啦，簡單啦，嗱，我而家要食潭尾豬，唔食就切賓州，屌你咪即刻食！你咁撚咁撚堅，屌你老，唔好講切賓州咁撚大啊！唔食就俾兩皮嘢出嚟，咁我諗真係會有人俾兩皮嘢出嚟嘅。但係俾我啊，嗱，我絕對俾得起兩皮嘢、嗯，我都要諗話俾兩皮嘢出嚟咁戇鳩，唉、哎，我執佢一劑啦，屌你，當俾鬼當俾鬼砸啦，屌你老母，你都要咁樣啦、啊，喂，好啦，男人真係好撚 cheap 嘅，所以啲女人咧有陣時咧及住你老公咧、嗯，你咧覺得誒唔、欸、會嘅，佢點料隔離嗰個咩咁撚都咁樣都食咩？我話俾你聽，我就係就係咯，男人真係好撚 cheap 嘅咋啊，所以你有陣時好多女人好撚痛苦就係、是、話。屌你咁，你揾到揾個好啲嘅啦，翻去到公司，原來屌你咁，你以為佢溝佢個秘書啊？唔係啊，三就手啫嘛。唔係啊，佢唔係溝個秘書，係溝阿佢溝個阿嫲，溝個阿姐啊。掃地嗰個。係啊，唔撚奇嘅就係先，屌你三就手啊！好啦，嗱，安靜話被告郭超群馬佬，2004年受聘於德信學校做教師，2013年起被指派為校長。OK， 根據相關規定咧。所有德信學校的職員咧，都需要喺申報呢個年度利益衝突申請表度嘅。而知被告阿彭永賢咧，就係一間叫勤社學習中心，即係開咗間勤社學習中心，佢係其中一名董事兼股東啊。而勤社學習中心咧，就係喺德信學校附近啦。好啦，案發期間有20名德信學生喺勤社接受補習。勤社咧就會為學生提供一啲補充練習，準備考試嘅。而阿彭國，即係呢一個郭超群啦，同埋呢個彭永賢咧，因為阿彭永賢個仔係德信校友而認識嗱，即係呢一個咧媽咪仔嚟嘅。OK， 咁啊，咦，我仔係校友喎，咁梗係識咗個校長啦。啊，兩個人喺2013至2019年間曾經7度一齊出去外遊。唉，知咩事啦？另外喺2020年7月到2021年嘅6月期間，兩個人通電話超過600次，而阿郭超群個個人八達通咧嘅登記住址咧，竟然係彭永賢嘅屋企，咁大家知係咩事啦？今時今日真係好愛對方喎，都好愛啊！有幾個會同你另一半六百次電話喎，一年又 WhatsApp 啊，都未必咁多啊，冇咩食未必咁多啊。老實講，打電話一日都係可能。喂，今晚食咗飯未？今晚記住攞乜嘢翻嚟，係咁兩句嘅嘛。屌你老味閪，一年喎，人生日都未一次，一年都咪三幾百，係嘛？屌600次，好愛，好愛，好愛。好啦，控方繼續話喺郭超群喺2017年6月啊，同佢阿媽借咗40萬，並喺同年嘅7月底就將款項轉帳到去阿彭永賢個户口。彭永賢咧，其後啊將2筆超過27萬嘅款項，用支票户口咧就存入去勤社銀行户口。嗱，根據阿郭超群同佢阿媽嘅 WhatsApp 記錄，佢阿媽曾經同佢個仔講：，喂，補習社唔夠學生喎，啊，租金咁貴，又驚個仔會俾人揭發。阿郭超群就同佢老母講：，做生意唔驚得嘅，我會小心噶啦，阿媽。嗱，我真係睇見呢段嘢，我真係好撚奇怪，咁撚大個人，你首先你40萬，你作為一個校長，竟然阿媽借，你都算相當問責。我都覺得係嚇，因為點解咧？嗱，呢啲咁嘅學校校長我唔知啊，我諗10萬100萬一年到啦，嚇10萬蚊到啦，有嘅有嘅。好啦，第二佢更加係，佢同佢老母借咗超過40萬，我就當40萬。佢一月底，佢只係將2筆夾埋。27萬嘅款項就啊俾阿彭明行做13萬，即係話佢自己滴用住先啦，睇住先買手袋啊，洗住先送俾條女啊。好啦，條女又將啲錢係真係入咗落銀，即係真係個個銀行户口窄嘅啊，就27萬入落去。而佢老母，佢唔係就咁同老母借喎，佢老母係知道佢同呢間學校有咁嘅關係嘅喎，甚至乎老母話。擔心補習社唔夠學生喎，擔心佢會俾人揭發喎，即係話佢同佢老母關係真係好 close， 佢連出去溝個補習妹，喂佢而家就屌你老母媽，屌你個仔，頂頂啊！屌你老母，我過啲料俾阿永賢，屌你間補習社去收生，個個都考 number one， 屌你我就自然掂噶啦，即係
你會同媽媽講埋呢啲嘢，佢真係好撚 close 咯，佢哋。嗯。好啦，2017年9月，兩年後啫。啊，呢、這、一個郭超群就向校監、那個 Peter Herbert 就報告，喂，有人投訴我。OK， 你話我同附近補習社有營運有聯繫喎、哦，當年冇件咁嘅事啦。嗱、啊，呢啲個惡人先告狀。OK， 好啦，但係去到九月有人咁樣報，點解會同我？校監咁講咧，佢梗係覺得喂紙冚唔住火，報我先。嗯，喂，好啦，但係到十月咧，有家長向教育局投訴，就話勤社提供嘅練習內容同德信考試內容相似啊，而啊郭校長同勤社創辦人 Miss Wing 即係彭明閒啦啊，我唔知點解叫 Miss Wing 唔係 Miss Pan 嘅啊，關係密切，質疑德信考試係咪洩漏咗俾勤社，咁呢啲可以係補習社入邊嘅人。可以是一些冇份讀的家長見到人哋屌你老母閪個仔，啊佢嗰度補習原來會得撚咗喎，咁通常就未必會報串嘅。通常咧見到人哋嗰度補習得撚咗咧，唔係啦，唔好斷呢條路，唔好斷呢條路。咁我想問一定點咯？嗯，啊咁通常我覺得咧係啲親家或者係補習社入邊啲人，嗯，啊補習社入邊啲人競爭對手或者競爭對手啦，諸如此類啦，啊咁老實講，彭明閒被捕後，佢話勤社得有五十個學生，其實屌你總共五十個學生，你真係做唔到喎！我問問就啊，其中四十名嚟自德信，佢案發時咧係正準備同學生準備練習同埋批改，而阿郭超群就話佢同阿彭明閒係親密嘅朋友，曾經對彼此有好感，佢哋。一起慶祝生日同埋交換禮物，幾乎每年夏天啊都會同埋其他朋友一起去旅行添啊。OK， 即係其實屌你老母閪，點解會做嘢做到咁撚戇鳩，做到咁撚甩流咧？我真係唔迷撚咗咯嚇，真係唔撚明啊！屌你老母閪，你啲題目都可以有啲唔同噶嘛？屌你老母，唔好吸過去啊嘛！仲要俾人連隻手指喺學校啊個 IT 部啊話佢將隻手指屌你吸嗰啲喺個電腦度吸嗰啲試題。落嘅手指度都俾人哋踢埋出嚟，你斷撚正曬啦！個校長點樣俾咧？就冇所謂。但係嗰條女點樣用？係啊，條女又係戇鳩啊！呢啲啊，好啦，大家記唔記得呢一條女啦？叫麥子莉啊！你唔講我都唔記得。阿 Chili 咧就係當早幾年 ，OK， 佢話即將去日本度拍 AV， 結果冇。嗯 ，OK。其實你有冇少少後悔咧 ，Chili？ 因為嗱、啊，你見到啦，蘇咩嗰個叫蘇海林，蘇海林咪紅咗咯，嗯，係嘛？又話拍 Last AV 啦，又話 Farewell， 又話成啦，拍唔拍啦？唔知啊嚇、啊。好啦，咁啊誒，佢而家又話咧，即係又出翻嚟喎。嗱、啊，雖然咧佢形象插水啲人話佢講大話啊嘛，佢之後參加個 G1 格鬥會議，咁我又唔知咩嚟啦，啊！大聲勢大不如前，不過最近他決定推出一本噴血寫真集，當中還更加用他自己引以為傲的身材做賣點，以全真空形式拍攝，沒有任何後添加和 push up 的成分的。對於今次寫真，阿 Chili 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說，今次出的這本寫真呢，其實一直都有計劃出的，但當時我跟攝影師談過，想出一本不用怎樣執相的寫真，但係嗰陣時，大家有目共睹，我身形唔係咁適合啦，係咪大隻就咗咧？肥啲啦，嚇！直到今年，我哋大家都一直覺得身形上可以出啦。再加上呢幾年咧，我都上一啲演技同埋唱歌嘅堂，都唔知關咩事。OK， 所以一切都好似等我 ready 曬咁樣。I'm well prepared now。好 ，OK， 所以咪決定出寫真咯。再創高，希望大家可以見到我努力，同埋為我帶嚟更多多嘅工作機會啦。嗱，首先我想同大家講。演員就是演員，藝人就是藝人，啊點講都好，我哋又唔好賴落去嗰啲即係唔好去傳言度。咁但係咧，我真係啤你真係識得人多，我又知道喺日本，22歲啫，今年都唔係博有姓名啦，都有名有姓嘅一個 AV 女優到香港。是啊，我又知喎。點咧？而且價錢咧 ，unbelievable，
我話俾你聽，你俾咗3000蚊我啤你，我啤你仲有骨落地添。可能係咁平啊！有始不有終，你要記住，而家日本妹去到日本，即係1-2萬yen，嗯，係嘛？即係500-1000，因為佢係 AV 咪值多啲咯。嗱，我唔係話 Chili 啊，嗯 ，OK。咁但係出個寫真，記唔記得我以前咧？咪有個老友成日拎啲寫真上嚟俾我哋，我後來我掉撚曬送曬俾人嘅。係啊係啊。喂，點解會有人出啊？喂，大佬啊，啲老細都要睇寫真咩㗎？即體版係嘛？咦？啊，即係多少？啊，沒有的，他不是做這個弄的，這個的，他是 model 來的 ，model 啊？我只講這個，哎呀，怎麼辦啊？嗱，我跟你說一下，但是老闆啊，可能你要幾多嘢點呢啲茶錢啊，之類之類。屌你有乜搞鳩你啫嘛！好啦，我唔係講緊佢，不過至於講大話做 AV 女優咧，阿 Chili 咧再次為事件道歉，我先同大家講聲對唔住咯。可能大家對呢件事都仲係好嬲，其實又冇嬲嘅。屌你老味！我有睇到一啲社交平台上啲網民仍然喺度鬧我，我都明白，知道我真係做錯咗咯。其實去拍咪得咯，係咪先？咁咪唔使驚咯。人哋認唔認你先？所以令到大家有呢個行為咯，我咪實要嘅。至於網民罵佢咩啊？佢就話其實大部分都口下留情嘅，但係大家都叫我找數咯，話我講大話。啊，當然啦，有啲網民人身攻擊我咯，話我波大冇腦咯，話我唔明咯，話我係雞啊都有咯。睇完梗係唔開心啦。但係當初我真係做錯咗，唔怪得人哋會對我惡言相向啊。所以我一直都後悔當初決定，我都唔知點解你要咁樣講。你嗰副架撐，你出嚟肯即係唔好話剝啊，脱少少嘅，其實阿馬路都睇噶。你使乜講要拍 AV 啊？原來又唔肯去拍喎。咁但係阿 Chili 係喂嗱，如果以香港女仔嚟講咧，嗱我今日睇下，佢當佢冇執相，佢話冇啊嘛。佢係 OK 嘅。嗱睇相咧就略嫌有啲大隻嘅。但係真人咧，以我啤你咧多年嘅經驗咧，唔係真人佢應該。啱啱好，嗯，即係等於咧，以前阿陳紅咪路女嘅，叫咩廖廖咩？廖碧兒，廖碧兒，好上緊嗰啲大隻㗎，係啊，好撚 fit 嘅真人，嗯，係啱啱好，多一分甜肥，少分甜瘦嗰啲嚟嘅，咁正，即係等於你阿嬌佢哋嗰啲，咪真人咪好細粒咯，嗯，阿 sa 啲好細粒好瘦㗎，阿 sa 不嬲都平，啊，唔係，我唔係話淨係平啊，即係好細粒好瘦啊，即係嗰啲瘦肚又好瘦啊，直情係瘦到火柴人嚟嘅，嚇，嗯，你上鏡係肥好多㗎嘛。邊個啊？周怡咧？周怡唔知啦，即係我冇見真人又，即係唔係啊？啲網友上嚟話，啤你哥原來你都唔係咁肥喎，都會咁講嘅，因為你上網係上鏡係肥啲噶嘛，嚇，嗯。咁，啊，所以我覺得咧，黐嚟咧，如果真人應該 OK 嘅，我哋睇下我哋睇啲相先。嗱，首先睇第一張，嗱，呢一張咧就係7年前，嗯，佢 claim 佢話要出嚟去拍 AV，嗯，嗱，講講下7年㗎啦，嗱，嗰陣時你而家睇咧都係大隻嘅啲骨架，咁，嗯，當然啦，即使係嗰陣時嘅佢，你話唔靚都好啦。Eatable， 咦，一定 eat 啦，即係唔係 soft， 但係佢唔係 soft， 但係正正常常話後生女咯，係嘛？好啦，下一張，嗱，呢個係近照嚟嘅咯，嗱，呢一個咧就係寫真嘅封面，熟咗幼咗喎，嗱，首先佢瘦過身，佢話身定咩啊嘛，幼咗，嗱，我唔知，正喎，佢呢個寫真集點樣用簡體字？係咯，當然當然，日本人都有陣時用呢個寫嘅，佢就想學日本，嗱，手瘦咗。嗱，大家睇啦，嗱呢一啲啊最堅啦，我同大家講。嗰對波好正喎，佢呢對波咧，呢啲咁嘅側邊睇啊，係咯，側邊睇呢個好緊要啊。嗱，佢個背膊，嗯，其實呢個咧未必好大噶，個即係可能係33-34嘅咋，即係嗰個 measure 嗰個尺寸啊，但係個級啊大嘅，個級啊，嗯，可能係34寸嘅啊，G 級咁樣啊。希望雨雲唔大。應該我睇個樣啊。不會太大，正佢中佢呢啲係中羽雲，我咪 perfect 喎。嗱咩叫中羽雲咧？各位網友，係我哋睇個樣，我哋觀其貌知其心。佢，嗯，有啲女咧，最撚核突嗰啲咧就係豉油碟，好撚大個羽雲，通常好撚大波啲鬼婆。我幫啲大毛孔。唔係，但係大羽雲先，大魚頭，然後中間咧有好多。好似八爪魚嗰啲吸盤咁樣，細啲嘅大毛孔啊！我哋話齋，嗰啲好有核突。真係魚頭唔夠突添。係啊，個魚頭有啲粒添啊，甚至係咯嚇。但係通常嗰啲咧魚雲咧同埋魚頭咧就係淺色嘅，係嘛？如果嗰啲魚頭魚雲而係深色咧，就好撚核突啦。shit！ 就直情係屌你老母，即係屎色，攞刀割嘅啦，要割撚走佢，太撚核突啦。OK， 或者用枝頭抖青啊，
即係屌你老噴佢啊，光頭頭咁樣。好啦，通常佢呢啲咧，佢唔會太聽嘅，唔係因為佢俾人絕唔關事，即係黃種人啊，亦都佢皮膚白型嘅，但係有亦都有少少年紀，佢唔會太深，佢唔會太聽。正喎，佢係紅色，紅色跑車，紅煙紅淺啡，煙紅嘅淺啡。如果具體啲嚟講，係似我哋嘅淺啡正。啊！似我嗰只咩咧？我只咩枣啊？椰枣啊！我只玫瑰枣。玫瑰枣，玫瑰枣。嗱，玫瑰。佢咧有一啲咧，有啲人中意，我又麻麻地嘅。係點樣咧？大魚頭，大魚頭真係成粒玫瑰枣咁樣喎。細魚雲，你知唔知邊只啊？知。嗱，即係個魚雲咧，大家睇下個魚雲啊！我太細啊。嗯。個魚雲咧，即係成粒魚頭，你見到粒魚頭，見唔到魚雲啊！個魚頭突曬啊，係啊，係啦，但係有唔少都係咁嘅喎。係啊，大魚頭，瘦女又是啊！我俾大家，我行埋啲俾大家睇下。好，大家容易睇到。好，食咗飯未？佢大家。大家睇到個魚頭啲好撚難，好撚難影啊！屌你老母！嗱，我呢啲咧，如果女人撈到我呢啲，大撚望啦！我呢啲叫咧，我睇下先，你夠佢先？咦，唔撚得喎！細魚頭啊，我呢個細魚頭，細魚雲嗱，大家試下先，睇人好。屌佢喺度擺動咧，佢屌佢自己屌你咁追撚住我樣啊！嗱，見唔見到有兩條毛啊？見唔見到？係咯。嗱嗱有黏毛，嗱男人有黏毛，唉，屌咦冇啊有啊有，女人有少少有黏毛喎。係啊，我講啲女人啲黏毛，佢唔搞係好撚核突㗎喎。脱緊兩啲，我真係唔撚明啊！女人啲黏毛，我而家都搣撚咗佢先。好搣好搣，哇好撚痛啊！屌你，痛啊！屌你，好撚痛啊！嗱，佢係邊種咧？如果你話是大黏頭而細魚雲咧，即係個魚頭啊，下面咧，你見到下魚頭下面有少少魚雲，你知邊種啊？係有嘅，佢都唔係。通常最細波啲都係咁喎。係啊，啱啱係啊，冇乜波嗰啲瘦女咧，好多時就係一個大黏頭，屌你老母閪，佢所以要用乳貼咯嗰啲，有時用乳貼咧，因為真係成粒紅棗咁樣嘅喎，好撚奇嘅，佢唔係，佢係最普通啲。有冇青筋咧？佢應該有嘅，佢正喎，佢係最普通嗰啲，我覺得佢大約咧，我諗佢大約係兩蚊銀，唔係一蚊銀，兩蚊銀梯邊個魚雲啊，兩蚊銀，但係你話兩蚊銀好大，唔係，係兩蚊銀梯嗰啲邊，我嘅批啲角佢，批啲角佢 ，OK， 嗰個係個魚雲，中間咧係細咗一毫子少少，細咗一毫子。少唔係新嗰啲毫喎，唔係舊嗰啲毫，好撚大喎，細一毫子少少嘅魚頭，佢應該係嗰只。唔知物子嚟，淺啡，我哋去認證下咧。嚇，唔係佢應該係嗰只嘅，因為點解咧？我憑咩睇到咧？係我憑佢呢個波邊啊，波邊嗰條嗰嚿高油肉啊。係啊，佢呢啲咁嘅肉咧，我話俾你聽，好撚正啊！同埋咧，佢呢啲咧一區狗仔咧，或者喺上面咧，真係揾對波揈鳩你㗎。啊，真係啊，係啊，屌你老母閪！咁你諗下，你自己俾到對波揈嘅時候咧，咁我絕嗰個攣啊，跟住佢個波。嗱，麥子嚟，你聽咗之後係咪俾你中唔中？多數我十有九中啊！呢啲我真係好撚有經驗。佢咧，你諗下啦，佢咁樣揈你嘅時候咧，你幾可見到嗰啲係有粒魚雲啦？我哋話齋多數係瘦女噶嘛，有咁嘅波嗰啲唔係嘅，亦佢亦都唔係嗰啲大餅。所以一陣我講嗰只啦 ，OK 嘅，佢 OK 嘅，佢係。不會太啡嘅，都係啡中偏紅多少。大餅啲波佢仲圓啲啦，因為白淨啊嘛。點啊？大餅啲波佢仲圓。係係啊，嗰啲大餅波係啊，係啊。但係通常嗰啲大餅波咧就好撚大嘅，真係好撚大先會有大餅波啊。都有，但係中國女仔少啲，相對地。我哋睇下一張相。嗱，大家睇到啦。哇！正。嗱，佢專登咧，嗱，但係呢一張相咧，條腰夠唔夠有咧？嗱，呢張相夠有嘅。但係我覺得咧，如果睇呢張相嚟講咧，佢有假波嫌疑喎。如果用呢一張相睇，驗下先得，真係要。因為點解咧？你咁樣傾斜咧，只波應該要下垂嘅兩邊波。向左傾少少都要向下垂嘅。係啊。但係佢當然可以話佢罩啦，係嘛？不過應該佢都有料嘅。OK， 佢樣其實真係麻麻地嘅。對眼佢幾正啦，不過有啲狐狸眼嘅。好，再去。有啲似姚子玲。啊，嚟啦呢啲。我要做攝影師啊！屌你老味！嗱呢啲咧，老唔係啊，不過真係好難講啊！喂，其實喺咁嘅陽光底下直貼誒，話真係屌你老母，真係忍唔住啦！
你話如果好白喎，真係正。喂，你話如果啊，啲咩青青珊瑚島，屌你老得兩個人喺度影啊！屌你遠處有隻海鷗飛下飛下，喂邊度忍得住啫？嗯，屌你去都忍唔住啦，一挑豆就豆就嚟噶啦，仲有冇？嗱呢一個咧啊，又好似唔係咁大喎，哇！屌你老味，細咗一本紙。好似呢張咁樣，對波細撚咗，有啲似阿 Christie 喎個樣，呢張。啊，有啲似係。係啊，啲似阿 Christie 啊。咁 anyway 啦，祝佢奧運啦。好啦，翻嚟咁啊，有個港漂女生出咗張相，咁啊俾人鬧。我哋睇下張佢個港漂來港六年啦，睇下講乜嘢先。嗯，六年我都唔明白有乜好鬧。香港很美，但不適合普通人。港漂一枚，悲接近40,000元，租房自己住，工作繁忙，朋友唔多，仲未克服語言關。喺香港就嚟六年，到而家仲覺得每日淨係生存，焦慮到不行。每日都不開心，香港好多人都係啦。啊，對比生活質量，感覺不如深圳攞15,000元的朋友，亦都不如只攞15,000元的 local。啊，屋企冇能力幫忙置業，自己呢啲工資扣完房租都感覺到無望，猶豫到嗰七年要唔要就此離開香港。咁啊，好啦，好多人鬧佢又話：哇，搞錯啊！好多人都未有40,000元點點點。嗱，我啊覺得佢冇乜點鬧，唔值得點鬧嘅喎。因為佢呢一個咧。是表達感受而已，他沒有說到你香港，第一句就香港好美，不過不適合他這些普通人，那你老實說，你問心一句，他面對的事我們香港都在面對的，焦慮啊，不快樂，焦慮啊，貴租啊，為了生存，為了生存啊，其實，但不過，但是他有一件事就是，都是由二到七年，真的他都想拿了身份，才是不是決定要就此離開，所以我覺得呢，當然他鋪了出來都亦都覺得大家可以給意見，但我就覺得沒什麼值得罵咯，因為真的很多香港人都是這樣，你不要說他新移民，問心那句，當然你說六年都未克服到語言關，你都挺蠢的，就是說得不好可以咯，喂你好像溝通到應該梁真那些這樣，喂有時候我都聽不到說什麼面對面都，但基本上你都會聽，你都了給什麼的嘛，即正等於譬如你回大陸的人都聽得明白他們的，你講你是這樣笑他都聽得明白一樣的嘛，即是你是有沒有自己去努力而已，另外也有些大陸的旅客呢都是讚香港的，主要是講什麼呢，就說香港呢道路規劃，他說深圳應該要學，我先不要講什麼，其實他最主要是講什麼呢，他見到他想講香港有很多呢，其實將軍澳是這樣，中環是這樣，很多樓是連埋個站，天橋又連住個地下，於是乎，譬如中環咁樣，我哋可以一出站就上條橋啦，或者一出站就上嗰個大廈，由大廈行嗰條天橋去對面大廈，唔使落雨。OK， 咁佢認為咧，深圳可以學。咁啊，當然有啲網人咧就話：喂，公共設施都因地制宜嘅，係啊，因為地方大啲咪唔需要咁樣咯。但係有啲嘢。咁我又覺得佢都唔係鬧嘅，咁但係的而且確，我想講話係有人識得欣賞嘅你好嘅地方，永遠都有人識得欣賞嘅，就你唔好將自己好嘅嘢咧搞緊我就得啦。OK， 咁啊喺香港喺呢一方面咧，其實都真係幾好嘅，你問我就咁但係又咁講咯，我去到外國18樓、17樓都係咁嘅，因為呢啲嘢都。只要你在規劃的時候想多一步其實就做到了，馬來西亞和香港都比英國管治過，當然不同了，休息一會。